这一步是阻焊工序，外层线路工序，完成合格的板材转运到阻焊前处理线入板口，自动放板机把板材有序平整的放置在输送滚轮上。 前处理的第一步进入到酸洗钢，利用6%浓度硫酸溶液喷淋清洗板面，达到去除氧化层和锈蚀物的效果。第二步是墨板和喷砂，板材进入到墨板和喷砂钢，用真镀磨刷和金刚砂粗化板面，做出均匀和粗糙度合适的板面，为后面私印油墨有更好的粘合度。 第三步是清洗板面，先冲污水，再用加压水洗和超声波净洗的方法彻底清洗板材上的脏污。第四步是干板组合，板材进入烤箱，用85度左右的高温把板材上的水渍快速烘干，保证板材没有水渍残留。 烘干完成的板材进入到冷却缸，使用冷风给板材降温，之后即可通过窗口传送进无尘车间。 板材从出板窗口流出，进入到无尘车间。第五步是粘尘，板材进入到无尘车间后，通过粘尘机把板材表面的灰尘清理干净，达到无尘车间的标准。第六步，再对板材进行降温，板材传送进30片翻板冷却机，使用冷风降温，使板材降至20度左右，达到无尘车间标准。 降温完成的板材即可收板，自动收板机把板材整齐的收整到转运架子上。阻焊前处理工序完成。现在是阻焊私印工序，阻焊前处理粗化表面完成的板材，通过转运车运送到私印线入板口，自动放板机把板材有序的放置到输送滚轮上。板材进入到自动私印线，第一步给板材定位。 通过高清摄像头成像在屏幕上找准定位孔，确定输送板材的位置对准。第二步是塞孔，定位准确后的板材输送进私印机，通过丝网把油墨准确的印刷进板材预定孔内，达到维持板材表面平整度，符合客户特性阻抗的要求。私印塞孔完成的板材，通过皮带轮平稳的输送进定位机。 第三步板材进入到机器内，高清摄像头对板材的定位孔成像在屏幕上核对每一块板材定位情况，防止下一步私印影片。第四步私印整板面，板材进入到私印机，通过丝网对板材 A 面进行整板印刷，依据客户的需求将油墨均匀涂覆于板面。 第五步，板材翻面 A 面印刷完成的板材流出到翻转区，机器夹住板材翻面 A 面朝下，没有印刷油墨的 B 面朝上。第六步是第二次整板印刷，板材翻转定位完成后，和 A 面印刷的方法一样，将 B 面整板印刷油墨。 油墨作为一种保护层，涂覆在硬质电路板、不需要焊接的线路和基材上，或用作阻焊剂，目的是长期保护所形成的线路图形。第七步是出板，经过3次印刷油墨的板材传送进烤箱，高温将湿油墨内的溶剂蒸发掉，板面油墨进行初步的硬化。为了防止油墨粘附到曝光的飞棱，为曝光做准备。 烤箱烘干完成的板材从出口流出，然后输送进转向机，把板材调整到正确的角度之后即可收板。最后一步是收板，自动收板机将印刷烘干完成的板材收整到转运架子上，使板材呈微倾斜状态。 把收整好的板材统一的摆放到待曝光区，阻焊私印工序完成。阻焊私印工序完成后是阻焊曝光工序，板材转运至自动曝光机入板口，自动上板机把架子上的板材平整的放置在输送滚轮上。
第一步是 A 面曝光，给曝光机安装菲林，调试好各项参数之后，曝光机自动给每一块板材曝光，没有被菲林片遮住而被紫外光照射的部分被硬化，油墨最终绘着赋予板面。第二步是翻转板面， A 面曝光完成的板材传送到翻转区，把板材翻面 A 面朝下， B 面朝上，以备下一步曝光。第三步是 B 面曝光，和 A 面曝光的方式一样，曝光机对板材 B 面进行曝光，用紫外线照射将菲林图形批量的复制在板面上。双面曝光完成的板材在窗口流出，自动收板机把板材整齐的收整好，显影前按工艺要求放置15至720分钟，阻焊曝光工序完成。阻焊曝光工序完成后是阻焊显影工序，板材输送进显影缸，利用 1.1% 碳酸钾溶液溶掉曝光被菲林挡住而没有被紫外光照射聚合的油墨部分，留下经照射的油墨部分，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阻焊图形。显影完成后，经过新液洗、冲污水和加压水洗，目的是为了冲洗掉板面的残留液，以确保板面的洁净。经过各水洗段冲洗干净的板材，进入到干板组合缸，把板材上面的水渍烘干去除并降温。去除板面水渍后的板材即可通过出板口流出，通过传送滚轮运送进烤箱，板材进入烤箱，把板材表面的油墨从半干状态烘干至全干硬化的状态。油墨烘干后从烤箱出口流出，自动收板机把板材收整到转运夹上，阻焊工序完成，下一步是自浮工序。